仲记唔记得五旬节赞歌嘅内容啊？呢一首赞歌系咁样形容圣神：穷人的慈父，施予恩惠的主，心灵嘅真光。形容圣神系良善嘅、甘义嘅、甜蜜嘅。圣神亦都系我哋劳苦嘅安慰，炎热里嘅清风，痛苦时嘅慰藉。我哋有限嘅智慧，能准确无误咁样形容圣神吗？相信冇人可以。不过因着我哋愿意打开自己嘅心，让圣神触动自己，我与圣神就咁样建立一份亲密嘅关系，我哋都可以经验到圣神嘅伟大。神恩虽有区别，却是同一圣神所赐；职份虽有区别，却是同一的主所赐；功效虽有区别，却是同一的天主在一切人身上行一切事。圣神显示在每人身上时，虽有不同，但都是为人的好处。就如身体只是一个，却有许多肢体。身体所有的肢体虽多，仍是一个身体。基督也是一样，因为我们众人，不论是犹太人，或是希腊人，或是为奴的，或是自主的，都因一个圣神受了洗，成为一个身体，又都为一个圣神所滋润。当耶稣复活之后，向门徒显现，就同他们这样说：愿你们平安。耶稣向他们出了一口气，同他们说：你们领受圣神吧。当门徒领受了圣神，就充满恩宠。由那一刻开始，他们不再害怕，并且明白耶稣给他们的使命，就是要他们往普天下去，为他的死而复活作见证。门徒要宣讲天主的爱情，门徒的宣讲不可以是空泛的，因为圣神的恩典就是上智、聪明、超见、刚毅、明达、孝爱、敬畏天主，这些恩典教他们去作证。这些作证应该是有质感的，是具体的。我们的作证不能够单靠我们独自一人的力量，因为我们兄弟姊妹同属一个身体，我们是一个整体，我们要共同努力去为主作证。天主给了不同的恩宠给我们去为祂作证，在天主眼中，这些作证没有高下之分，没有轻重之别。我们的作证都是同样那么珍贵，天主都爱。
这一刻不妨留意一下，天主给了什么恩宠给我，我又可以怎样为他作证呢？过去一段日子，我们受尽磨难，圣神在那刻和我们一起，让我们平安地走过。这个历程可以是艰难的、辛酸的、痛苦的，我们走过这段路，经验过主的爱情。当我们回头再看，身边有些兄弟姊妹其实仍然受着困苦，有些仍然受病魔折磨，有些失去了亲人，有些精神受困扰，有些失去了自由。这些的兄弟姊妹都是我的肢体，他们受苦的时候，我有没有感受他们那份痛啊？当我意识到我的肢体正在受苦，我可以怎样去安慰他们、陪伴他们啊？不要吝啬，亦都不要看小自己的付出，即使只是默默地陪伴在一旁，轻轻地拍一拍他膊头，静心聆听他跟你讲话。要相信这一刻圣神就在我们中间，温暖着我们的心。天主保佑。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。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